大家都跟兰姐一起开心，是不是？大汪带着二汪，这可以吗？这个，这可以吗？这个，真的，嗯，哈回来了吗？俺也不知道，俺也不知道，回来了吗？俺也不知道。6700单了啊！宝宝们，还有最后的300单，不知道，俺没说。哎，粉丝宝宝，俺没说，俺可没说。俺怕怕，俺撇撇啊，俺没说，俺没学，没学，俺没学。没学，不知道，俺不知道，俺没学。不这假的，假的。宝宝假的。俺没学，没学，俺没说，俺说打电话没打通，俺就说这个了，啥，俺啥也没学啊。黑宝宝，你别造谣啊，宝宝。6800单了啊，还有最后的200单。这都粉丝宝宝证明着呢啊，你要造谣了，我们就像马蜂似的，呜，哗，给你蛰喽啊，宝宝。来啦，关注一下直播间啊，宝宝们，咱别错过。啊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不要听八卦啊！八卦都是，不负法律责任的，上嘴皮一配下嘴皮，就是，想说什么说什么的啊，这八卦不用听，好吗？好嘞。但是呢，好多人就爱听，是吧？为啥呢？不知道。因为那个生活压力太大，是吧？对。也来点，就是你发现吧，那个就是你发现生活吧，得甜酸苦辣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五味俱全。哎，五味俱全，对，这叫日子，是吧？这兰姐只说了一个，这季节你知道吃点什么吗？吃点啥？喝点苦瓜汁。苦瓜啊，汁儿，早上起来啊，你上小火火了吗？这季节容易啊，那你就喝点苦瓜汁儿，这种日子就这样，对，你甜完了。你就喝点苦，是的，是吧？你就均衡了，是的啊，均衡了，有苦才能衬托甜更甜，是不是？来，兰姐处对象了，哎呀妈呀，借您吉言，对象啊，对象在哪儿呢？干嘛对象？你怎么把兰姐的心愿说出来了？对象，俺那个对象在哪儿呢？俺的对象呢？俺的对象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我抓狂了，我坐地下了，要不行我坐。踹脚了我，你说话得负责任呢，我七姑八大人儿。